三个男人在森林里迷路，被一帮食人族给逮了。食人族大王说道，不吃你们也行，必须过我这关，过了就放你们一马。你们要在森林里找水果，每人挑十个一样的水果拎回来。三人就分头去寻水果了。第一个男人满面春风地拿着十个苹果回来了。食人族大王说，好，你得把这十个苹果全塞到你屁股里，不准出声。男人虽然心里憋屈，但还是硬着头皮试了试，他第一个小苹果还算顺利，第二个大一点的就疼得嗷嗷叫，结果他变成了别人的美餐。第二个男人带着十颗葡萄回来了，听到规矩，把十颗水果不出声地塞进屁股里。他心想，这下稳了，前九颗葡萄他妥妥的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正当他要塞第十颗时，他突然笑喷了，他还没笑够劲儿，就直接挂了。这哥们在天堂里还笑个不停。第一个男人问他，笑啥呢？不笑，不是还能多活一会儿？他回答，我看到咱第三个兄弟正高兴地抱着十个榴莲往这儿走呢。